今天是4月6号，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今天要去剪头发，烫头发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目前的头发的发长呢，很乱哦。我早上有去上课啦，然后我有烫一下刘海，现在有点塌了。然后这里我是没有烫了，就给它睡醒就讲，哇，真的很乱。我整个头发是有点塌掉，因为我发现到我只要头发一长哦，它就会整个很扁很塌，因为那个头发很重，所以我就一定要去修头发。所以我这次是打算剪到这里，然后我要去重新修过的八字刘海。八字刘海也差不多就是到这边吧。剪头发不是大事情，大事情是我要去染头发。我没有打算要去给理发店染头发啦，我是想要自己去买泡泡染发剂染。然后这是我21年来纯天然的发色，我就从来没有染过头发，我舍不得这头发。我现在头发就是这样，就是很不习惯，因为他有帮我拉直，然后我个人觉得我是不适合拉直，我是适合自然卷一点，因为我平时是有一点自然卷。然后我现在是想要烫一下头发，然后顺便给你讲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刚去的理发店是 H&T， 然后小红书上面也是有评价还不错这样。然后我是预约一个韩国理发师剪，然后是通过 WeChat 跟老板联系，就跟老板讲明天有没有时间，然后我就约3:30。我今天是3:25这样到，然后他就很好，那个韩国理发师跟我讲你先坐，先等一下这样。然后我就等到4:10这样，我就在想好像有点等太久啊。然后刚好他就过来就跟我讲，可能要我再等多一下，因为他现在在处理的那个女生是需要漂头发，就比较久。我就想那大概要等多久，他讲至少要多45分钟。我就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，结果他明天也很满，就我已经花时间在这里等，我就想今天剪掉他这样，因为我其他天也要做别的东西嘛。最后我是接近5:30才剪到头发的，然后真的很久，能看到吗？我头发根本不适合这么塌的，我适合蓬一点的。我是蛮推荐它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看一下那效果。对对对，可以啊，烫出来是我想要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剪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放心的。可是最好笑的是什么？我刚才他问我你要剪到多长，我就跟他讲差不多到这里，他给我剪到这里。可是还好，对我来讲短一点不要紧，只是最好不要短到这样，因为我会觉得很尴尬。锁骨发很好看。然后呢，我是去 dry cut， 然后30欧。如果你要洗头加剪的话是45欧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买到泡泡染发剂，我应该还会再去找找。我还蛮想去理发店直接给人家帮忙染的，可是真的太贵了，还是省一省钱吧。讲哈，头发越油越好染头发。然后我是昨天晚上冲凉的，已经差不多有15个小时这样久了，可是我又忍不了，我就很想现在染。我在录影片，真可怕。你们看，短头发就可以绑这种头发。我本来要剪到这样，然后他跟我剪到这样，所以我现在就在一个很尴尬期的阶段。还好啦，他再剪短一点我就不要了，我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已经在那边还钱了。然后他给我剪的雷了有点大，然后我就觉得
很难打理，就是你要一直去卷它卷它才可以。然后现在我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这样子绑起来真的是太喜欢了，整个人就很清爽。而且我很喜欢它剪的巴士刘海，很好看哈，可以感觉到这个衣服的陈年老旧吗？它真的很旧啊，这衣服。喂，是我的头发哦。剪雷就是一个东西，是你绑头发它会有很多那种碎碎的东西。你看，哎，这么没有聊的。啊，这马尾，这不是沈佳宜的马尾吗？这样子啊，我太喜欢了。你看，它就会有这种碎碎的头发出来，因为雷的关系。然后他们是讲要涂一点那个 moisturizer 在这里，就是会接触到的地方，就怕等一下弄到那个颜色，等一下很难洗还是什么。所以啊，我用的是这个。你好烦，我开始录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头都不懂什么，这里是一号，没做功课的。这是三号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二号。哦，这是手套吧？这个说明书。二号要打进这个一号里面。给大家看效果，好像没有染到这样，可是看得出还是有点点颜色。我在想是不是我染不够久。我这个是 6.5， 然后我染了45分钟，总共来30分钟跟15分钟。因为我的头发不是很黑很黑那种，可是我染出来还是没有到很明显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最起码1个小时吧。然后我的瓶子的话我没有用完，它这样多哈，我还剩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就用完它吧。我问我留来怎么，我因为我怕染到太沟里那个颜色，我又很怕那个颜色很明显粉尘，所以我就有点轻敌了。这是一个菲菲的影片，给你们看我剪了3个小时的头发，给你们看一个染了又染不到的头发。阳光下面的样子如何？有啊有啊。我们现在在等巴士，然后等一下要去跟朋友打 bowling， 在爱尔兰第一次逛。chat time chat time。哇塞！耶！继续打，硬硬打，继续打。东西啊，好幼稚哦！我就笑，我就笑。哎呦，他偷来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不想认我哎。喂。